you out.第一给你换了，哎呦！ 常见山红打吸血鬼还真行，坏兄弟们，这下就别看突围了，害怕。哎，你还别说哟，现在这个版本剑魔好像出常见山红不错，我感觉补给品也够。 吵起来，单杀两次。长剑山红确确实实是原创中的原创，学艺打武器原创对吧？然后还有一些符文什么，原创中的原创。 坏了，他好像挂了。I really promise， 好不是 promise， 抱歉是吗？I really apologize， 是 apologize。姐姐，我会这么表达。I'm so sorry。so sorry 就可以啊。 护甲四红，隔壁卡莎丁用过，不如双律动，双律动一般。护甲四红，你看打什么？有的英雄你是可以常见的。
不喜欢这种人，一开始跟别人讲讲讲讲一大堆，然后讲完了又在那边隔着精神胜利，啊，我不想跟你聊，啊，我不想跟你说，啊，我就根本不想搭理你，你们讨不讨厌这种人呢？我挺讨厌的，是吧？讲一半，你要么一开始就别吵，你吵一半又说，啊，要不是我有什么事情要忙，啊，我懒得跟你争，这我操，这隔着搞精神胜利。 你直接接受他不就行了？你又觉得他玩的菜，他玩的菜也是相对的，对面走也好的。说的又没用，他又没故意搞你。你要说我操，他故意走上去给别人送了，那你可以说他呀，对吧？他如果玩的真的很离谱，比如说乱去吃你的线啊这种，你可以说他呀。他正常玩只是意的稍微没那么准，那没事，又不是手头。 狗头给我送一个吸血鬼，这不玩。没有，狗头送一个还不是关键，关键是下一波出来他又死，他直接就挂了，给人家干成功。我真挺讨厌这种，无论现实还是游戏，这真挺烦的。你要搞搞到底，啊，你这搞一半，然后就说哎，我懒得理你。那你。 今天正能量，我哪天不正能量？哪天不正能量？我操，我就有点想长剑三红，也不大火，我们开始长剑三红。长剑三红是真省钱，是真的省钱。药水。 可惜我操，这火能，还有那个，不如开克。Q2没打到剑锋啊，他闪了没办法呀。我 Q2 没打到吗？我感觉打到了呀，没打到吗？ 还挺有操作的，这叫又火了。
我的没看好的，没有。 差点就被弄死，大狗这东西还是猛的，不像人像你呀、啊，还抢经济没用就是没用。 乌鸦，不像人，不像人啊，像……哎呦，晕了好久，这个。即将脱落。哎呦，说实话，真有点说法。 多兰是强，但问题是，你这个英雄如果前期怎么讲机制一般的话，我就觉得多兰没什么用。我现在是感觉这个多兰呢，他就是给一些机制比较猛的英雄。你知道什么叫机制吗？ 确实是，这真的是。再把萃取卖了，我操，这么省钱的吗？还能买个暴风大师。15弄3件，确实快。小明生日快乐！没想到这么快32岁生日，我他妈31都没过，你说我31？
还顺利吗？我操，杀了十一个了！我发现长剑杀红挺不错的。不懂我以前。怎么了？他们发怎么好了？知道你三十了，中灯。中剑锋，中剑锋。保安巡逻队副队长啥意思？他说小明生日快乐。没想到这么快到三十二岁了。一看就刚巡逻完。哦，一看就刚巡逻完。巡逻队长，今天监控不好看是不是？来看看你。今天监控没有别的素材。为啥呀？惊讶，这个段位不是经常杀十几个吗？这把我刚开始都没看，就像你看，接了个电话，一来，我操，已经杀十三个，十三个零分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点个关注，马上向你们大点关注。